我是刚关列车长的2009年10月8号，北方红甲路9:50，白色是有列车通过。然后啊，今天我看了一下，278是补油码，所以今天278反而是补油码，单杠跑班。来278直接往海线北方向港花莲的铺月马直接准备通过。拜拜。用2019年 T 线，用2020铺月马直接278直接往海线北方向港花莲的铺月马直接一带北方朋友通过了，感谢各位指教呢，再见，拜拜。